看了他们这个微电影以后，我就开始每天自我攻击，每天自我攻击的内容都是自己不配献血，然后慢慢把自己整出了毛病。最后我在家里人面前跟家里人视频聊天的时候，在家里人面前大闹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献血捐骨髓，是不是因为输过我血的人会梦见穿着清朝官服的僵尸？没错，就是这样。你这阴阳师感觉比那位好多了，那位上来就跟我说你爹妈白养你了。妈我跟你讲，朝妈我跟你讲， Made in China 打进日本阴阳界就是不一样。后来我那次等到我把阴阳师开的最后一瓶符水喝完之后，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从之前的什么我不配献血，献血会害人，变成了我现在身体这么健康，还有这个秦明加持，我最适合献血了，就变成这样子了。嗯，你们的切片做的这多欢乐呀，小姑娘多好啊。嗯，我这边现在直播间也办理给日本阴阳师这个政审的这个工作啊，发照。我是现在在美国这边读书嘛，然后今年9月底就要毕业回国了。嗯，然后呢？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会被就是家里面上一代人的一些观念给无语到。比如说像之前新冠的时候，我妈妈居然相信说什么中国连核酸检测的设备都造不出来，都是美国进口的，然后我就很无语。嗯，你注意一下别把我房炸了。哎呀，那没招，这怎么又是一个这样的话题，家里面人亲妈这样那咋着啊，少聊呗。那咋着啊，那没招，那你亲妈你能怎么着啊，就不聊这个话题，躲远点呗。啊，你跟他教育没有用，你跟他那个啥没用。嗯，那你这咋整，你妈听着跟黄一岭他妈不一样一样的吗，让他俩拜个干姐们儿。听你妈跟黄一岭他妈不是一出吗，俩老太太拜个干姐们儿吧。黄一岭他妈这不也要去美国吗，你把你妈弄美，你回国以后把你妈弄美国去。嗯，让你妈走线吧。其实也没有这么夸张。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像之前像我爸甚至相信什么中国地底下的资源都被挖空了，然后美国地底下资源还埋着，所以他们资源保存做的比我们好之类的。对，秦始皇没事儿，秦始皇回头复国的时候，他把他山洞子里面藏的宝贝都会交出来的。等秦始皇复国吧。然后就是这种，后来就是我还是很，今年就是马上要毕业回国了，我还是很费了老鼻子劲才把他们调理好。后来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不了解真实情况，然后就是都是在这个信息茧房里面，就是都是看那些今日头条上面，他这个现在已经成谣言集散地了嘛。然后我后来就是从央视新闻啊，从那些地方找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他们调理好。嗯，就真的很不容易了。那没办法了，那一代人就是那么过来的，没招儿，就是怎么着你自己别被他们带偏就行，挺好的。你们年轻人你看也出去留学过，也在美国待过，知道那边什么样。你这想回国肯定也是因为有原因的嘛，不能是因为美国那边太好了，觉得待着没意思了，想回国受苦嘛。哎，这当然不可能。说到这儿，我就要跟你吐槽一下我在美国这边留学的时候经历的那些离谱的事情啊。那我们听听，我们都首先是这个快递啊，我之前买这个教材电子书啊，5月份买的，他喵的7月份才寄到，我都快疯了，这么慢，乌龟吗？美国大，美国的地大物博，就是。地底下都埋着宝藏的，可不得走俩月嘛。嗯，然后这个快递包括就是之前就我想买一个文献，然后在网上买一个文献，然后3月份订的，他喵的都快5月份了还没到，真的要疯了。哎，挺好的，这求学知识哪有那么容易说到就到，真是的，美国的知识能让你就这么随便就能学到吗？嗯，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生病，就是我是全家就是家里面唯一一个被安排出去留洋的，我祖祖辈辈都没有人，几乎没有人留过洋，我是第一个，就是因为我是家里面身体最好的，平常连感冒都很少。但是就这样，我来了这边，我都是因为就是
我来了这边，因为一开始呢相信美国这边快乐教育，然后就是觉得说是在大学里面就玩玩都能考个高分，然后大学老师也不管，然后我也不看邮件，我也不咋好好学习，结果就搞到就是他这个美国这边年年期末胜高考，完了以后我再想赶上去已经晚了，然后成绩也上不去，然后差点被开除，然后心理压力也大，一着急就把自己给搞病了。然后去医院之后，因为就是去医院之后最后收到的是天价账单，留学生这个医疗保险是杯水车薪，真的。嗯，你看病花多少钱呢？嗯，花了大概就是四五十万吧。关键他这边有些药，比如说像我的病需要就是一些蛇毒类的产品，他喵的还是 made in China。看病花四五十万人民币啊？对，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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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报完以后呢？你不能真花四五十万美金吧？你那个就是报完，他是报完以后的，报完以后也有就是十几万了。报完以后十几万，一百多万呢？看病，你这面妈留个学看病花一百多万。对，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是 ICU， 因为我当时就是宿舍一个美国室友乱丢臭袜子，再加上我抵抗力下降，就直接给我整成肺部真菌感染了。哦，肺部真菌感染，那现回国还不敢趟，挺危险的。哇，肺部真菌感染花了保险以后花了十几万美元，那我天。对。因为当时就是我那个美国室友乱丢臭袜，袜子从来不洗，穿脏一双扔一双，喷个平常就是喷空气清新剂以消眼臭，然后天天坐在臭袜子堆里吃膨化食品，还能吃得下，然后还玻璃心，我告诉他不要乱扔臭袜子，他就把我举报给宿舍管理员了。哎，挺好。谁让你矫情，要我也举报你，太矫情了。啊，别说了别说了，都是眼泪呀、啊。所以你们家家都是眼泪啊，你看个病都花十几万美元，百十万进去了，你可以。行，你爸妈。刚才有人问我爸妈知道吧，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说我什么，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一开始就是觉得说是哪都有这个问题，说是也别怪美国啊，然后还说，之前还跟我说什么你得融入美国社会，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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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果后来我发现这就是个伪命题，融不了。你那边你是去那边上高中吗？是吗，姑娘？听你这岁数也不大。本科啊、嗯，本硕博。本硕博，那怎么着？你这博读完了，还是读哪一步了？现在回来？博转硕了，因为就是的博士读到一半，项目被砍了，没钱，然后项目被砍了。啊、哦，行，回来不成再读个博也行，嗯，可以，嗯，对。然后最离谱的就是我在美国这边差点沾上那个臭名昭著的玩火教。啊？干嘛邪教啊？对，就是因为就是我只能用玩火教来说，因为怕就是、啊、OK， 你说说，我们理解，对，你闭着点说，就是而且就是差点沾上这玩意儿的原因还非常无厘头，嗯，就风火轮呗，是风火轮吧？是啊，风火轮，行，咋了？不，他们人挺多，咋招你了？我差点加入这个玩意儿，然后原因非常无厘头，原因居然是因为我太想献血捐骨髓救人啊！你说这都叫什么肾嘛？那怎么还能跟他们扯上呢？他们打着这个名义了。是因为我在美国这边这个 YouTube 嘛，然后他们就是不小心看了他们拍的一个微电影，然后里面说什么他们就是说什么信了他们这个东西，血液细胞会有彩色光环，说到我痛点了。哎，妹子，我说，然后别笑，你别笑，你别笑，哎、你别笑，不是这你，我操，你别笑，我还没有说完，你读的是神学呀，我没有说完，我没有说完，他是这样的，就是。
因为呢，我其实就是从八岁的时候就想献血，就想捐骨髓救人了，八岁以来就有的一个愿望。但是我因为刚到能献血的年龄，就被家里送出国了。然后家里面的大人们因为心疼我，就是反对我做这个事情，我就一直没成。之前能回国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我去献。然后后来又是口罩，四年回不去国。嗯，然后呢？然后就，然后就是他们其实是心疼我，但是我也没有，哎呀，也怪我自己有问题，我没有跟他们好好沟通，我就瞎猜，说是他们是不是觉得我血不好，不能献啊，献出去也救不了人，是这我是这么想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小。因为我小的时候看了好多书上说什么输血影响性格，然后我又想起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我一次考试没考好，就说我性格不好，然后就我就想的说是，哎呀，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性格不好，我就不配献血呢？因为就是我我自从有那个愿望之后，就我还担心我的受血者或者受髓者别因为我出什么岔子，不然我不就一辈子，我一直都是这么个想法。哎呦我天，你想的真多呀。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是，哎呀，我这个性格这么不好，是不是不配献血？是不是会让受血者怎么怎么不好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想。后来就是看了他们拍的这个微电影以后，我就忽然想到说，信了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更好的献血捐骨髓救人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开始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我天！然后咋出来？怎么没被他们忽悠住啊？没被他们忽悠住，最后是我的最后这个算，最后就是的，我看最后就是这。最后是这样的，最后就是我到最后就是把自己给蒸那样子，给信了那看了他们这个微电影以后，我就开始每天自我攻击，每天自我攻击的内容都是自己不配献血，然后慢慢把自己整出了毛病。最后我在家里人面前跟家里人视频聊天的时候，在家里人面前大闹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献血捐骨髓？是不是因为输过我血的人会梦见穿着清朝官服的僵尸？没错，就是这样了。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因为就是我当时不小心撞见这个微电影里头就说的一个年轻的女的大出血，生孩子大出血需要输血，然后输完血以后就梦见一个僵尸追着她，是这样的。然后我就鬼使神差的就想到这个，跟就当时就整个全场寂静。好好好好好好好。全场寂静，然后我家里人要么说我读书读傻了，要么就说你干脆别献了，就很无语，就搞得整个。让我也不让你献。哎呀，妹子，你说你看病才花100多万，这100多万那个啥，这花挺值。我后来就是当时，我后来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名场面啊，然后我弟弟。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发网上吐槽，因为他觉得就是觉得就是他姐姐怎么了，就说的那话就不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出来的话啊，然后被我弟弟的那个旧情难忘的日本前女友看见了，然后那个日本前女友以为我中邪了，拖着我去找阴阳师。哎呀妈呀，剧情这么曲折呢。对。但是最后就是这个让我走出来了，因为当时我去找的那个阴阳师还是懂点科学和心理咨询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理解你的痛苦与执念，他说但是呢，你要相信，就是说你以后就是。如果献血捐骨髓的话，就是因为你有这份勇气，从八岁就有这个愿望，就代表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的受髓者和受血者应该也能感受到你这个勇气还有善良的心。然后当时我就在那边这个晴明神社里面爆哭。哦，行，这个阴阳师还行，挺正。阴阳师告诉你要相信科学。我跟你讲这个阴阳师比我之前因为这个找的心随便乱找的心理咨询师好太多了，就是之前在美国这边随便乱找的一个华人心理咨询师。啊，咋给你这阴阳师感觉比那位好多了，那位上来就跟我说你爹妈白养你了。咋了还把你骂一顿啊？我
对对对，把我骂一顿，然后还掉书袋，搬那些学术名词出来说，说什么空心话，说我的内心是空的，根本就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华人心理咨询师还说我想献血捐骨髓是为了出名，我真的很想打人。哎呦我天哪。然后最炸裂的，这个心理咨询师还跟我说什么，哎呀你都出国留学的人了，要有远大的目标，难道你的目标就是想献个血，想捐个骨髓，那玩意儿流浪汉都能做到，傻子都能做到，叭叭叭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当时我的脸都拉成长白山了。不是，这华人咨询师说我说不好听点，我觉得他就三观不正，就不说他专业，听着这话说句老实话，三观不正，真是三观。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儿，我朋友说我靠，这是人说的话吗？哎我的，这姑娘你挺有活儿，你很有喜感，你学什么专业？对，你学艺术。我学的音乐教育。啊，那听听可以，我觉得你这性格学艺术挺那啥的，我就害怕你是你要还是学理工科的，你这实在是学艺术的合理啊，学艺术的。我就不学理工科，因为我们家这遗传基因不行，我爸妈都是文科，然后我数理化也不好。啊，你这学艺术我觉得挺好的，你挺有戏剧性，你挺那什么的，你这学艺术挺合适。对，然后就是这个华人心理咨询师，他就是整个咨询下来就是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关键这个心理咨询师是我学校的，然后还说要是把我这个情况上报学校，让学校开除我。不过后来也没能弄成。哎呀，你这华人咨询师有病，真是。对，后来这个阴阳师好很多。后来这个阴阳师不光是说的话能和我共情，而且他就是表面上是类似于在哪找的，在国内找的，国外找的。日本京都啊，在日本找的啊，日本人呐。阴阳师就是日本的，阴阳师本身就是日本的东西啊。行，比那个什么本身就是日本的东西，而且就是、啊、而且这个阴阳师他不光是说话就是能就是很有情绪价值，而且就是他后面给我弄的就是所谓的浮水，其实就是也是用他用这种补血的这个草药，还有就是那种能增强血液功能的那种蛇毒给我做的，就是很科学了已经。挺科学，这阴阳师挺科学，我听着挺科学的。对，因为他就是，而且就是他弄的，他而且就是他就是他，因为他这些就是从中国好多就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而且就是。而且就是我看他给我弄的这个增强血液循环啊，那些补骨髓的那些蛇毒产品，我一看 ，Made in China。日本阴阳师用的浮水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对对对，世界波波大大老中恒恒浮水，听见没有？进口产品怎么不科学了？可以。世界破破烂烂，老中缝缝补补。啊，可以挺这浮水挺科学的，可以喝。这见了吗？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产品现在已经打入日本阴阳界了，还就问你们牛不牛逼就完了还。后来就是因为我弟弟的那个前女友把我拉去找阴阳师，后来就是我就是在那边搞了一个，好像我在那边让阴阳师搞了一个月吧，然后住在我弟弟前女友家里，他当时离婚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当时我也断了网，在日本那边没有手机信号，然后断了网，然后也看不到网上那些负面言论，那会儿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满满的现充，然后等到就是再回就是从日本再回去中国的时候，然后再去美国就完全不 emo 了啊，然后也彻底，对，然后也就是彻底走出来了，然后就是很彻底走出来了，就是也不再也不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什么什么信了，这他妈那玩意儿血液细胞有彩色光环了，真的炫彩血细胞什么的就很难评。你回国吧，回国，哎，骨髓捐献这一块国内你在网上就可以那个什么，你看一下那个很多那个比如说像支付宝什么的就有，你回国以后你这愿望肯定能实现，然后做一下病情什么的啊，那个对身体完全没有伤害的。回国以后，对，而且这个潮妈，我跟你讲，潮妈，我跟你讲 ，Made in China 打进日本阴阳界就是不一样。后来我那次
等到我把阴阳师开的最后一瓶符水喝完之后，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从之前的什么我不配献血，献血会害人，变成了我现在身体这么健康，还有这个秦明加持，我最适合献血了。就变成这样子了，嗯，挺好的，这说明还有效。回国吧，回国你要真还有这个药，就做个那个配型啊。国内现在都可以，对啊。然后是，对，我就这，我了解过，对身体没有影响的，捐骨髓对，对对对。顺便也当个免费体检了，然后我现在就是你可不知道我为了这个有多努力，为了这个就是每天锻炼撸铁，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都是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可讲究了。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把熬夜也戒了，然后就是跟各种就是各种就是一切都要为了都为了这个，我就是已经一直在准备，包括关键我从小也不爱吃那些垃圾食品，什么甜饮料奶茶从来不碰，连糖水都不喝。那谁要是跟你配上型，那真够幸运。行就回国吧，回国以后开始那个什么做配型吧。好的，就是顺便就是我也想对那个阴阳师说一句，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好鬼子。对，鬼子也有好的，也有个别好的，你都用上 Made in China 了，可以，嗯，也算推广中国产品了，也算。哎，你说对了，你说对了，这个阴阳师是我弟弟的前女友给我精挑细选的，我弟弟的前女友看中他还是因为他承认南京大屠杀和这个731，然后被其他日本人在网上网暴。哎妈呀，这阴阳师接点活容易吗？还得先承认南京大屠杀和731。不是因为就是给我选的嘛，因为我老中人，万一碰上那种不承认历史的，我可接受不了。而且就是还有日本还有些阴阳师相当炸裂，上过日本新闻的什么这什么搞女客户啊什么的，还甚至还有阴阳师砍死自己亲姐姐的，然后就是不能选这种。挺好，这阴阳师，哎呀妈，在日本做阴阳师难吧？我跟你说，你还得承认731和南京大屠杀，还得遭网暴。浴火重生以后，还得那个从没哥，这是他个人问题了，这是他个人问题，这是他个人问题了。大多数那种其实都不关心政治，像有的就不管，然后像有的阴阳师九幺八还在那诅咒三峡大坝的，这种很多。对对，不是以后那个日本阴阳师那个不就统一给他们政审，必须政审过了以后才能干这活儿，要不然不灵。把这个传出去啊，就是日本阴阳师咱们这边得政审完了以后他那个符水才灵，要不然根本不行，这得过政审的，这都一个系统的。对，你做阴阳师你不政审能行吗？你这嗯，对，先得这样再谈什么中日友好，不然就是伪命题。没错，没问题啊。你姑娘你这挺好的，你这多欢乐呀，你学，我觉得你很适合学艺术。你什么时候那个美国毕业啊？嗯，我下个月16号毕业，我最近在准备考试，然后就是不对，是期末，然后就是我是9月份大概十几号吧毕业，因为博转硕的话就是暑假还得上一堆网课。嗯，行了，然后就是5月16号期末考试结束，然后出去旅个游，然后就是网课、哎、转一转散散心，人家都是硕升博、嗯、你看你是博转硕。也挺好，对，然后我是就是我是想去那个暮光之城的取景地旅个游、嗯，对，转一转挺好的，抓紧回国吧。我觉得你是做音乐教育的，你这样的当个老师，学孩子遇到了以后，对，多开心呢。我现在爸爸妈妈也同意我回国了，虽然他们的理由很糙，就是觉得说我是唱歌的，我英语18级也融入不了美国的文化，然后唱的歌美国人听不懂，虽然他们这个理由很糙。挺好的，回来吧，教个孩子。哎，我觉得孩子要看上你这种老师性格这么开朗，应该挺好的。对的、啊、而且就是我现在就是为了怕回国变土鳖，我已经就是开始恶补国内的网络热梗，然后学习强国也下上了，然后我还各种在网上查我老家和北京是什么时候，就是抗日战争期间什么时候沦陷的，因为我以后要在北京工作，然后就是我想就是以后给学生们科普。嗯，挺好的啊，姑娘加油吧，就早日回国当老师，欢迎你经常来我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这故事也太欢乐了。
挺好的、啊、对的。然后就是我这次回国的话是想从就是还去日本转个机，目的很单纯，就是想谢谢那个阴阳师啊。对，你给那个代表我们中国网友也谢谢他，告诉我们给他带个话，说他在我们这边那个政审通过了啊。给他发个证，政审过了啊。行。嗯，什么就是政审通过了。对，怎么听着那么像石野浩二和松风丽梨呢？行行，加油吧啊。嗯，没事儿，欢迎你的经常来我直播间吐槽，你这一吐槽我们多欢乐。嗯，行好，那我拜拜。那我下了啊，拜拜。好嘞，嗯，拜拜。哎妈，今儿晚上欢乐吧，到这儿吧啊，咱们有个欢乐的结尾，后面要不然等明天吧，后面的铁子们挺晚的了，国内快一点了，明天上班呢，早点睡吧，你们也做个好梦，趁着这姑娘啊，今儿晚上活儿可以，这姑娘你们那切片做一做，这多欢乐呀，小姑娘多好啊啊。我这边现在直播间也办理给日本阴阳师这个政审的这个工作啊，发照。也以后日本阴阳师这边我发照啊，我这边该弄政审啊，行，把这个业务传出去啊。